你講一講個詩詞啊。咁呢首係第二首秦觀嘅《滿庭芳》，我頭先講過一首啦，即係呢首係更加出名嘅代表作嚟嘅，即係其實即係因為要講下佢有幾句係真係實在太出名，即係咁樣。山沒微雲，天連衰草，華閣星斷朝門，暫停精雀遼共引離津。多少蓬萊舊事空回首，煙霭紛紛斜陽外，寒鴉萬點流水繞孤村。銷魂當此際，香囊暗解羅大興奮，萬贏得清流薄幸名存。此去何時見也，襟袖上空野啼痕。傷情處，高城望斷，燈火已黃昏。咁最特別要攞出嚟講嘅就係、是、頭呢八個字咧，即係山沒微雲，天連衰草。哇！真係呢八個字，即係千古不朽啊！首先第一，呢個係一個對聯嚟嘅，一開頭呢八個字係個對聯嚟嘅。點解咁妙咧？就是、因為即係中國文字，即係先至寫到呢啲詩詞出嚟，就係、是、其實佢係個畫嚟嘅。呢八個字係畫個圖畫出嚟，抹係乜嘢呢？抹你係咪將啲顏色抹咗去？係山抹微雲，微有一個好細嘅，即係薄薄嘅雲喺個山上面，喺個山頂，唔係個山遮咗個雲喎，係個雲遮咗個山，你明唔明啊？係剛啱完全相反，其實係雲抹嗰一抹微雲。冚住個山，而佢係將佢倒裝寫成咗山末呢一個微雲，係咪啊？咁你可以想象到呢個話，天連衰草。喂，天你可以想象到呢個天同埋地連成一片嘅情況，你可以想象到天同埋水一望無際，因為天係好龐大嘅嘢，草係好輕微嘅嘢，好細嘅嘢嘛。你點可以想象到天？同埋草可以連埋一齊啦，一片嘅衰草，呢一個咁樣嘅畫景，山沒微雲，天連衰草，係非常之特別。畫閣星斷朝門，朝門就係嗰個望遠嘅城樓嚇，呢、這個就係呢個空閣吹寒啦，呢、這個阿姜白石嗰首詞一樣啦，就喺、是、個城閣上邊，佢吹嗰啲畫閣星。令到人嚟覺得好慘，既然係咁樣暫停徵唱，我哋停咗隻船，唔好行住先。個環境而家介紹環境，遼共引離津，我哋一齊飲杯酒，就喺呢度咧告別啦。咁諗起告別嘅情形，多少蓬萊舊事，幾多陣幾多舊事，我同埋你一齊空回首嚇，望翻轉頭，淨係見到乜嘢喺呢個咁樣嘅送別嘅情形。煙霭紛紛喺黃昏嘅景色入面，嗰啲呢啲係 mist， 即係嗰啲係呢個夕陽嘅霞氣喺度。斜陽外一望呢個遠景，呢幾句太出名啦。寒鴉萬點流水繞孤村，哇！真係非常之靚。一望過去喺一個夕陽嘅霧氣嘅背景入面，個斜陽反照嗰、那個。一萬隻寒鴉喺度驚飛翻飛翻去個巢嗰度，流水繞孤村。後來馬致遠嗰個孤藤老樹分鴉，其實係來自呢度，源自呢度嘅，源自呢度，由呢度變過去。呢、這、一個流水繞孤村，其實就懷對故鄉嘅懷念嘅不捨而寫嚟噶嘛？呢、這、一個係、因為要離開咗呢度，望翻轉頭一望，你明唔明啊？一幅咁樣嘅圖畫，個遊子去咗邊度呢？即係咁樣，啲雀仔飛翻去都識得飛翻個巢度，係咪啊？咁、那個人又如何呢？呢啲係即係好含蓄地寫咗出嚟嘅，即係呢啲完全係，即係你係要讀得好多中文詩詞咧，你就會明白到嗰啲筆寫之寫嚟嘅呢個。好啦，一諗翻喺寫翻個男女情，當時嗰陣時大家最開心嗰陣係點樣？嗰時嘅環境，一寫入個情入面，呢幾句當然係好出名啦。銷魂當此際，即係直情銷魂係
又是英文表達不到出來的，銷魂那種感覺是即是直接是身個肉體和個感情的徹底的融合，那種極大的歡愉啊 ,ecstasy, 令到那個人投入最激烈的感情裡面，就是跟你一起的時候當子仔。大家想想真係想象下，我覺得都係同自己最喜歡的條女嗰陣，香諾暗解羅大興奮一揦一，即係嗰個好似一掹開嗰個腰帶嗰刻，你明唔明啊？除個香諾出嚟，嗰刻望到佢個肚仔個肚臍嗰刻，即係咁樣，你話嗰個感覺是怎樣？如果是你一向最喜歡的人，你想一個這樣的 situation， 是不是就好像你回去十幾二十歲的時候是這樣、有個問題、如果今時今日呢是在個肚臍隆胸，那你就沒有了這種感覺、這個即當然現在我們不會那條裙不是這樣構造，但是即大家就將它徹底調轉，即是拉開了它的 T 恤，解開它的 bra 的扣的時候就是那一刻的感覺，如果你個女仔你很愛的，你明白嗎？明白。是不是暈了呢？即是當堂是即後生的時候經過這樣的場面，香諾暗解羅大興奮，但是這麼多年來自己對於感情的賦予，這個就是回應這個盜墓 的詩，萬贏得青樓薄幸名存，即是被人罵被人罵呢，這個薄幸是不是只去何時見呀？但是世事是無奈的，即是我其實不是身不由主的，這次去了幾時回來再見，襟袖上空夜啼痕，其實在自己的衣襟和袖上都是充滿了眼淚的痕跡的，這個即是等於我跟大家說的辛棄疾，即是這個韻請何人換取紅巾翠袖，韻英雄淚，英雄其實都是會流眼淚的，你知不知道？傷情處，去到這樣的情形已經沒辦法了。高城望斷，燈高來到望遠，望著你一路遠去，燈火已黃昏，在這個黃昏的景色裡面。所以即是秦七黃九，即是蘇門學士裡面，即是填詞來說秦觀呢就是冠軍來的，其實是。咁啊，林建祖前問阿蕭生一樣嘢啦。蘇東坡就曾經評阿秦觀咧，即係寫詞咧，就用字啊太過繁複。咁你即係呢個係咪一個例？呢首詞係咪一首例外咧？唔係，佢有人覺得下半首都係有少少即係個繁複咗少少，但我覺得即係都唔緊要。但係即係話佢秦觀嘅詞啊，呢一首《滿庭芳》同埋嗰首呢、這、一個。雀橋弄巧飛星傳恨嗰首呢，係佢有個新嘅角度寫落去呢，係古往今來冇人寫過，即係呢一個係呢個七夕壓卷之作，即係咁樣係、即係佢能夠有個新嘅角度去寫呢一首呢，就比較傳統啲，但係喺幾度呢，即係佢嗰個用字呀同埋嗰個意境呢都係相當奇嘅，即係秦觀如果整體嚟講喺詞嘅地位係不如蘇東坡或者呢個辛棄疾，但係呢有當然有，但係唔係咁嘅，即係頭十名啲人已經有一啲傑作呢係即係冠絕㗎，即係已經係即係咁樣講，淨係睇呢首都夠啦，係呀，測都唔得掂啦。